挑战澄清五十位明星十八。虽然是严浩翔的应援色和红色差不多，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所以用红色代替，望理解，谢谢。严浩翔篇这七言七水们接住了。黑粉严浩翔空降。严浩翔2015年12月就已经上了楼，在2016的时候被黄队带到了易安音乐社，改名为展艺文，直到台风蜕变之战才回到时代峰峻。他不是空降，是回家了。黑粉严浩翔写歌内涵队友。他把他改名为展艺文三年的经历写了出来，什么叫内涵队友了。黑粉严浩翔是皇族，只是他的16岁生日公司为他卡点庆生而已，怎么就是皇族，搞清楚再骂 OK。 黑粉严浩翔月番，严浩翔只是有自己的外物被导演邀请而已，怎么就叫月番了。黑粉严浩翔没粉丝，你是看不见严浩翔的1495.4万粉丝吗？看不见的话可以去配眼镜，没必要在这里瞎说。黑粉严浩翔凭什么留着时代少年团，严浩翔退团就凭严浩翔有实力 rap 唱歌跳舞创作，你翔哥样样行，你有什么资格叫人家退团。黑粉一男的皮肤要那么白干吗？谁规定男的皮肤就不能白了？再说了皮肤白不好看吗？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皮肤比你白。黑粉严浩翔划水，严浩翔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他专注自己的目标，珍惜手里的每一次机会，全力以赴地迎接每一个舞台，你凭什么说他划水。黑粉严浩翔不好相处，他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，相处过的长辈都夸他情商，怎么会不好相处。你们继续在这里诋毁我哥，我哥依旧在台上闪闪发光。严浩翔也是元气水们捧在手心的宝贝，不爱请别伤害，谢谢。接下来睁大眼睛看看严浩翔的颜值。就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欢迎投稿，投稿方式爱豆加音源色加粉丝名可进群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